兴杰，跟住我咳四声，跟住计好不好？戴文阿东，戴文阿东，好，多谢咱阿东兄吼，伊今仔实在足无用，伊只行程有够多吼，爱特别半时间怪，啊，因为风调无损，咱的诉求，咱一个好不好？买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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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酒。你看我有意义，999天，这只死马就要来咱抢。你看咧，台湾建国够有希望咧，来继续甲坐落去好无？现在我要来邀请，咱真甘心，记住犹原在心内。咱陈家杰前扁办的主任来讲几句话好不好？朋友多谢吼、哦。蔡老师，黑吉兄，大吉头啊，各位台湾国的主人，各位神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现在已经无咧选举啊吼，嘛应该是坐伫内底甲大家斗阵，啊，就朋友安尼点名出来讲吼、哦，我想。我简单讲几句啊，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头拄仔咱讲，咱支持民进党，但是我有无同款的想法。我唔是无要让民进党赢，我嘛唔是要无要让马英九倒。但是民进党爱提出予咱感动的力量，予咱感动的诉求，安尼咱才有要甲支持。台湾人的赢，唔是赢伫。马英九伊的失败，赢爱赢伫咱的志气、咱的尊严，都参像蔡老师，三年前1025，迄天我记得足清楚的。我甲蔡老师住总统府面头前，去挂了后，我甲蔡老师行到遮来。迄天的寒天特别冷，啊，警察趁。媒体无伫个所在的时阵，要甲蔡老师架台，要甲挂。除夕没有人陪蔡老师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边。我是感觉足痛心的，伊伫鬼门关行几下摆回来，心脏无好，走去台大病院住几下摆，我嘛烦恼到要死。到即摆来1000天啊，伊的精神。伊的意志，唔是我这个囡仔人所会使达成的，我爱甲合适。所以蔡老师常咧讲，民进党爱予咱一个，予人民一个感动的力量甲诉求。咱这票，咱的力量才有要甲支持。咱唔是要赢，伫马英九伊的失败。所以，我伫遮，我。钦佩蔡老师，我会跟你合作，吼、哦，嘛拜托你继续带领咱反对马政府，但是爱监督民进党。未来纵使民进党执政，咱嘛爱继续甲监督。啊无，咱所谓的独立的、独立的精神、独立的思考，无法度实现。甲当我的台语也是练袂好，真歹势。爱继续的，好、哦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陈家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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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家杰吼，咱来会知影政治不是现实的。最近总统有发表几啊篇文章，咱看了心毛呐真酸。但是政治不是现实的，尤其你公投给台湾人民是充满温暖的，对不？咱大家三个做伙，有入有出，但是互相也是牵到阵，为着独立建国哩拍拼，对无？咱是毋是爱拼到底？现在啊，我要来邀请咱台湾国办公室的王建杰先生，啊，要甲邀请进前爱甲画一个。王建杰，王建杰，王建杰，建杰建杰建杰，赞赞赞！
来，咱来邀请王恩杰先生。我还未向各位报告以前，是毋是甲这么少年呢？这么优秀的朋友，我来画朋友，大家画。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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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。是啊，那我若看到朋友，我就真感动，因为照我了解，伊今年也未超过三十岁，就会当从事建国运动这么认真，这么有内涵。我向各位报告，我到三十九岁哈，才开始关心台湾。以前拢伫台电伫算电火条啊，哦，拢伫早起时出门，暗时坐交通车入门安困，拢无插台国家大事，拢戆戆，拢袂晓。哦，啊，人个二十几岁就拼甲一片天啊，所以我对伊特别肯定。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。哦，这少年啊，甲鼓励，过来呢。我这一生上肯定的，一生上肯定的，一个台面上的一个人，唔知在座各位有甲我同款想法无？请恁把迄个名讲出来。我讲一遍。唔对啦，我再讲一遍。我上肯定的台面上的老伙仔人，再讲一遍，志明，同学先生，再讲一遍，志明，欧日上啦，后一边要甲欧日上比赛，无一支卡毛，后一边是拢在享受樱花季，住伫迄个翠山庄呢，志明欧日上。是咱台湾人上应该肯定的，一生拼建国、拼独立。九十三岁啊，即摆我伫美国，伫宣传独立建国的力量，这是台湾人的骄傲。是我王献杰，应该是大家在座，包括阿贵啊，上肯定的就是咱老二上，对无？欧日上，哎，话会听到啦，安尼哪有听到？欧日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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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感动肯定的人，咱大声甲肯定，回底下较有气力，回健健康康都回来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还袂讲着，啊，那少年呢？咱想肯定什么人？啊，我听无。什么人？阿贵啊啦，对不？阿贵啊，较亲切啦。阿贵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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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赞赞！是啊，那阿贵啊，我上肯定。做一个教授，一般人过去拢唔捌看到。你看过去教授，大家来行街头。来啊，红掠红关，来伫遮呢，甲咱讲座。台湾甲出一个阿贵啊，蔡教授对无？有。蔡教授。赞。蔡教授。赞。教授，教授，教授。赞赞赞。所以老伙仔，咱有肯定的，咱有加感动的，这算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咱嘛加肯定。啊，有气的，明了咱嘛肯定。咱老中青三代，拢代代有人，有人台湾独立建国有梦对无？对。台湾独立，对。拢爱赞啦吼！台湾独立，对。台湾建国，对。独立建国，对。独立建国，对。那呢，果然花两公就建国啊吼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肯定，啊，咱也无肯定，足侪人无肯定呢。会在座拢参阿贵啊，伫遮坐一九百九十九天，
这精神有伟大无？有无？有。啊，今阿边阿甲各位请哦。哎，阿贵啊，何医生的朋友。台湾人。台湾人。台湾人。啊，那个不搞。台湾国的台湾人。台湾国的台湾人。台湾国的台湾人。在座拢是我上肯定的吼，这足无简单啊！讲一个笑话啦吼，哦，哎、欸，大指头啊，大指头啊，加话者啊无吼，伊开心歹下啦，哎、欸，讲一个笑话啦吼，我听了讲九百九十九天要收业，要收一千天吼，那是我吼，我歹跟他日子。我要后日才开始坐。我会看吼，因为我敢那细汉有看到啥物一千零一夜，一千零一夜吼，阿拉神灯吼，迄神灯做哩啊会变呢，变啥咯？变啥呢？所以咱啊坐甲，从即摆开始坐甲一千块以下，坐甲拜六吼，啊，着独立建构，比会成，比袂成，变甲会成，安尼对无？一千空一夜啦，我是建议坐到一千空一夜啦，坐到拜六啦，哦，你，我建议尔啦吼，回阿贵也参考啦，啊、哦，一千零一夜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啊、哦，贵无国会变到有国，贵有中华民国变到无中华民国，贵无台湾国变到有台湾国，哦，所以咱有希望。咱有希望，吼、哦，咱有愿望。啊，我上马子的，社会运动哦，上马子的就是阿贵啊。你知阮这逐礼拜拢在斗阵呢。啊，阮两个做即马做马子，感情愈来愈好。啊，甲各位感情嘛愈来愈好。这咱就是革命的感情，为了建国才斗阵，对无？唔是为了钱，为了利益斗阵呢。是为了建国才斗阵，这个感情上伟大对无？ Yeah. 各位，好、哦、嘞。各位看，这都咱公道面呢，精神堡垒啊哈。这是一千也是安尼哦。你若过几工啊吼，明年，哦，我有甲蔡教授有讲吼，明年九月七八啦，唔知蔡教授同意无吼？明年九月七八，咱若过做这国规几啊八大诶，来开刀遐，来甲拆起来，啊来承担这个旗，啊你有同意无？有无？啊明年九月七八，咱十万人来开刀承这个旗，好无？咱要有信心，咱充满着建国的信心，哦，所以无简单，一千天，无简单。我建议哦，去申请亲属记录啦，亲属记录，无人迄个伫国会写一千天的啦，无啦，干那咱台湾咱在座遮的建国兄弟才有对无？各位，人讲有土就感情，伫遮坐一千天啊，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已经定落根啦。这个土地的感情的力量，一定伫咱的身躯，咱的力量随时都准备要爆发，要建国，要推翻中华民国，对无？那无代志，拢会坐来吃啦。伫外乡走走咧，也是出国，转来嘛坐来吃啦。这就是咱的感情，这就是咱台湾国的基地，就是咱两个愿望的所在。所以贵家出发，应该真短，较紧的明年咱就建国啊。因为我伫想啦，咱政权若摕到。
咱一定要要求咱的政权来推动自民自决、法理建国。啊，伊若唔，话咱来甲推翻，话咱家己来做自决、法理建国，安尼好无？咱要有迄个决心。所以，永安真感谢做伙打拼，台湾国看会到，嘛伫咧望会到啊！祝福各位新年各位用来拼台湾国，来拼建国，多谢！多谢咱王献杰先輩，有甘心无？有打拼无？即马甲咱杀到阵。要为着台湾才做独立的国家，对不？今仔日，歹势有一件代志足要紧的，袂去讲啦吼。我知影，我袂晓看电脑吼，但知我有看到。咱公道员欠钱啊，无钱就做无代志，无枪支就无法度拍。啊，各位嘛知影我一日间嘛伫了钱，逐年嘛伫办餐会，吼、哦。但不管安怎，伊欠钱就是我欠钱啊，对无？所以，我虽然无款了，但迄是公款。我用我家己私款，我赞助公道员1万块，多谢，多谢咱王献杰。